大家好，我是胡福骑射，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一款逍遥前钢级第一代隐形战机拟态机甲。那如果是台湾的朋友呢，我们对这个产品的印象是，哦，它是黑苹果设计的。是的，但对我们来说呢，黑苹果的名气可能大过于这一部的原著作品啊，无天于上2035。那我们的话呢，只知道说，哦，这是一个可以变形的很帅气的机器人。那我们还是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包装盒吧啊，无天于上。其实它的印刷正面来看还是很有水准，而且我很喜欢这种逆光、夕阳还有云朵的这个构图啊。我是一个就是现在是一个摄影工作者吧，这个构图我是很喜欢的啊。后面的话呢，有产品的信息啊，它的一个机器人的形象，还有一个造型非常完美的战斗机姿态。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已经是它的大货的一个样子了，所以说拿到的内容物呢，会跟各位都是一样才对的啊。除了保修卡之外，一张人物卡这个感情就来了啊。另外说明书啊，印刷可以说是非常的精美，里头呢还有他们精心拍摄的一些宣传的剧照。那更重要的呢，是它可以让你比对一下，说你有没有缺件，它里头会把所有的产品啊，所有的这个配件都铺给你。至于变形展示这个东西的话呢，我还是强烈建议各位还是上网看各家大神的这个变形展示好了，因为它的变形步骤呢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其实当时在看到是黑苹果设计的时候呢，我心里就有数了，这个东西的变形肯定不会简单的啊。毕竟吧，这个大神呢、啊、果神呢、啊、他在玩具的设计上呢，对于还原度是从来不退让的啊。那为了还原呢，就势必有一些破碎的一个设计外形等等，而这些自然而然会造成变形步骤的复杂。但这一款的逻辑并不复杂啊，只是说它的一个需要转换的零件还是比较多的。那这里我提一下，这一块部件它到底是这个形象呢还是这个形象呢啊？我发现合惠上面的话，好像这个说明书的封面是写这样，但是盒子的印刷好像又印这样啊，然后说明书内部的变形展示，反正就是这一片到底是这样还是下面，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大家就自己知道就行了啊。那个摆一个你觉得喜欢的造型也就 OK 了。那么它连这个地台本身也是设计的非常的有趣的，我们可以拿起来看一下，这里有写着一个无天于上逍遥，旁边是一个 Touch Toy， 就是它 Touch 这个泰趣这个的一个logo， 这个本身的这个地台质感做得相当可以啊。后方的话呢，则是从这个地方跟机器人做一个合体之后呢，这个地方有一个转轴啊，你可以稍微这样转一下，所以说转一下之后呢，这个机器人的话呢啊，就会有一个歪曲的一个摆放。当然在战斗机形态下呢，它配合起来会更加的有趣啊，因为战机形态下的话呢，翱翔的这个角度是比较多的啊。顺便提一下，这种类似的这种地台啊，我也是有一个啊，我本身是空军退伍的啊。那这个展示台的话呢，我们除了说展示机器人之外，它本身的话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收纳的效果，我们也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展示好了啊。它的这个地台的下方，如果你从这里往上推的话，这里一推啊，是可以把它这个导弹从里头呢给翻出来。那翻过来之后啊，这两侧这样按到底卡进去啊，它就是有一个另外一种展示的一个形态，就这样个样子啊。然后它的这个导弹的话一共有六枚的话呢都可以装在它的人物的背上。但是在那之前的话呢，我们给各位展示一下这个导弹的前方呢是有一个磁铁，它是给这个展示它的一个发光的效果。它的当灯的话呢有三种效果，是普通蓝色的灯，再点一下呢就会变成是一个呼吸灯的效果。好，那如果再点一下呢，他就会生气了啊，你点我点那么多次啊，我愤怒了，他就变成那个红色的发光的状态。那再点一下第四下呢，他的灯呢就灭掉了啊。所以说这个本身呢是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配件啊，功能性也非常的齐全。那至于电池的话呢，虽然说明书好像写说没有附，但是我这一款我拿到的时候它其实里头就已经有电池了，所以应该是比较方便的。按照他们的说明书呢，上面注明的呢说这个玩具本身有24公分高，但是我感觉它真的很大一个啊。背后的话呢，非常嚣张的破碎的一个机翼的设计。然后这个部分的话呢，
你是要放这样还是折进去？因为我看它的盒绘好像是折进去，我觉得这样感觉稍微好看一点，比较嚣张酷炫一些，啊，整个后面的话呢是一个爆开的一个形象啊，当然这个在战斗中我想应该是比较容易被击中的，有点危险啊。身上也有很多的金属部件，比方说这个地方的这个连接的这个结构，还有里头腰转的那个重心部位，它有一个反光的点，还有这个脚底板的脚尖，还有脚的这个两侧啊，都有金属部件。那这个地方的这个伸缩管啊，液压管也都是金属的一个设计。那我们都看一下啊，它的一个各个细节。首先呢，有一个很强烈的消光的这种灰色，质感看上去相当的不错，摸起来塑胶也很舒服。然后变形把玩呢，这些的话呢，基本上呢，我认为吧，倒角处理可以说是近乎完美，手呢完全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啊，这个就是他们在细节上、细部上是有用心做到的。那头部的话呢，是一个球形关节，左右动啊，上下动，看都没有问题的。然后面雕的话呢，这个到底因为没看过原著，但是以我来看的话，这个有那么一点点这个 Starscream 的一个感觉，甚至有人说这是真正完整版的这个 Starscream 啊，没关系啊，这个大家自行去做一个比喻啊，我觉得你喜欢就好了啊。手部的话呢，啊，这里我提过了，这个地方有着齿轮关节，玩具的质感就有所提升。但这一块不知道是我变形没到位还是怎么样，它是没有固定住吗？啊，然后手臂平举也没有问题。这个肩甲本身的话呢，还可以做前后左一个转动。这片部件的话呢，你要叠上去，或者是说把它给，就是有另一个角度，随便的啊。二头肌也可以转动。手肘的话呢，是一个双动关节啊，整个可以举到非常的高。拳头当然是可以转动的了啊，左右转动没有问题，而且是偏紧的一个手感。那手指的话呢，也是一个每个关节的话都有一处、两处、一共是有三处的关节。那拇指的根部的话呢，是一个球形关节，紧实度也很好了。你这个听看，我这样推啊，其实这个松紧度是非常非常有保障的。那腰身不能动哦，除了腰不能转之外，它几乎全身上能动都能动啊。这个部分的话要给它推进去卡进去，这个也是把玩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有时候会滑出来，玩得太高兴的时候忘了你的长度啊，这个也是很多人都会这样啊，就玩玩具本来就是容易这样嘛。然后这个裙甲上呢可以动一些，脚踢前。各位听到齿轮关节的声音，后踢也是有齿轮关节，侧踢啊都有齿轮关节，支撑力度的话也还不错啊，你看，然后膝盖啊也是有一个齿轮的一个设计，那这外摆内收在这里，质感有点偏紧，这边的话呢有一个卡扣去扣进去啊，但是呢它会影响到一点点的往后踢，但是你把它松脱解开也就行了，完全没有什么问题。那这里的话呢，你这里也有一个，这个是本身是飞机的起落架啊，它很巧妙的呢把起落架的话，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滑槽在这里，如果你把它往下面动，往下面推到底的话，你看这一块部件其实会跟着有一点点简单的一个联动啊，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设计，算是把飞机的起落架呢在人形下呢把它变成是一个液压感的一个感觉啊，这个设计本身很不错。然后这里的话呢，它是从这边这样子把它给卡进去就可以了，如果你要解锁就把它推开就行了啊，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不要解锁吧啊。那么脚的话呢，这两片可以再单独动，脚踝也有接地了啊，就是左右可以动一下这样子 OK， 它都有一个连接的一个杆子在上面，所以说它的机械感等于是说非常非常接近于真实的机械的感觉。那我实际上这样把玩起来的话呢，没有什么容易破碎啊，或者是细小的零件，目前可以说是完全感觉不到有那种潜在的危机，目前是觉得感觉是没有了啊。那它的一个武器的话呢，其实是收藏在它的背后，我们也给各位看一下背后，从这个地方把它挑出来之后，这里有块部件把它推回去啊，封起来。这里的话呢，它是有一个杆子过来，跟这里是卡进去的啊，等于是说呢靠着头跟尾两个地方，靠着这个地方跟后面这个地方扣进去，那它就会变成一个，这是在背后的一个造型。你看啊，把它拿掉之后，它的背后其实完全没有什么影响。那扣上去的话呢，对于这个造型也几乎没有任何的累赘感，可以说是这个武器可以说是近乎是完美收纳。待会在飞机的时候呢，它更是一个不能缺少的零件。
那它可以变形成一把弩。那么它这个武器的变形呢，主要是在下面这个地方。它这里的话呢，是一个双动关节。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的这个锁扣解开，然后双动关节呢，先把它试着往后面推一点点，不对，就是稍微提开一些些。然后呢，把里头的这个弩箭的部分呢，把它往前面推出来啊，就是这一块部件变成武器的时候推出来。然后上方这个地方呢，从这里翻折，如果你翻错的话，它会卡住啊，所以也不用担心不知道怎么转。然后两侧这个这个部件它是有一个小小的联动的，我们就自动的把它给推到底。然后推到底的时候呢，将上面的这些导弹做个小调整，背最外侧这两个部件往内推进来，导弹推到一个你觉得漂亮的位置，这个往下拉到底啊。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就是把这个双动关节这个部分呢，刚刚是在后面，我们现在把它往前面推到里面。它这里是有一个金属的，这里面有一个缺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尽量的往前面，利用这个双动关节的一个调节，把它给推到最前方去。因为如果你不推到前方的话呢，它的一个卡扣会扣不上啊。这里要做一个简单的小练习，这边推过来到这里，先这样子过来，如此一来的话呢，这个地方凸跟凹在这里啊，才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那中间这里的话呢，也有一处的一个结合的一个凸跟凹在这边啊，可能画面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啊，各位理解一下就知道了。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非常有杀气的一个感觉，因为它上面有这个金属部件的关系啊，所以看上去这个箭矢的部分呢就特别的逼真啊。虽然我不知道说，都已经是一个变形机器人的状态下啊，对不对？就是已经是高科技的这个机器人的形态下，怎么还会用冷兵器的感觉啊？啊，不过没关系啊，这个帅气也就完事了啊。扣上去之后啊，握持的力度呢是非常紧实的，几乎是不会掉啊，非常非常的稳妥。那我们来进入它的一个变形环节啊。那我们首先的话呢，还是先把它这个巨大的翅膀的部分呢给做一个处理好了。它在这个地方啊，这里有一个勾进去的一个位置，把它给这样子挑出来，这个要稍微去这样子打出来。那打出来的时候呢，这一片就可以把它给推进去了啊。那推出来之后的话呢，就后面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稍微的适当的呢去把它还原成原本飞机的一个形态。这个地方啊，大概把这个形状给组合出来。胳膊的部分呢，它的变形的话呢，我是建议各位啊，你把拳头给握紧之后，然后这个金色的部件跟掌心是同一侧，在这个情况下呢，你先把这里给解开，这里有一个卡扣嘛，这里把它松开，松开之后呢，把这一片往前面堆过来，这一片的话呢，重新的再扣回去。再来的话呢，我们要调整一下，你转一下这个手臂啊，你可以看到手臂的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缺口的啊，唯一的这个缺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一块这个金属的这个部件啊，这后面这个双动关节先把它给打平。这块部件就直接啊，这里不用特别转，直接转这一块金属链条，直接下来到这里啊，往上一按，你就会发现了，哎，它刚好可以塞进去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变形到位的一个位置。接下来呢，我们把后面这个部件松脱开来，往下里放。然后这里的话呢，你转成这个角度，这边推上来啊，这里要记得这个地方它有一个齿轮啊，所以你要往上面推到底啊，这样子顶住，这样子才是完整的一个推到位。接下来我们来解锁它的一个腹部啊，它的腹部这个地方两侧打开啊，这里是这个起落架的部分，这里从掀开就行了。再来的话呢，就只需要呢直接的把这个腰部呢往上面呢给提起来就行了啊。再来的这个飞机头的这个变形是比较直觉了啊，你就看到内侧的话呢，就是里头又隐藏了一些飞机的零件，我们就稍微两侧呢这个地方推开一下，先把里头这一块飞机的这个头呢给拔出来。那拔出来之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人头也拔出来。人头的背后呢，它是有一个这个驾驶脑袋后面这块部件的话呢，推下来之后呢，转成大概是这个角度，然后前面这个地方折叠一下啊，大概要折成这样子啊，一段，然后第二段是折进去，然后这个后脑袋这里姑且称为第三段嘛，从这个地方啊能够翻出来。翻出来之后的话呢，再把前面的这一块部件往前面盖下去啊，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可以小小卡进去的一个地方，那这里的话呢就形成了它的一个飞机舱里头的一个驾驶座啊，算是非常非常妙的一个设计，就这地方的翻折三段了。接着的话呢，我们就继续完成它的一个飞机的前面啊，这个地方就角度转过来，我们稍微就是顺着这几个方向去推啊，然后就把它给一个一个的给按回去，
那我们的后面的这一块部件呢，要记得啊，也要先压过来，到这边跟它扣上去啊。这里这一块部件啊，这里靠过来，然后两侧的部件呢，朝它给做一个挨进来的一个组合。到这边呢、啊，整个上半部差不多。那我们刚刚这个胳膊这里啊，各位还记得吗？我们刚有这个一个类似于是导弹的这个造型，不是有个凹槽的这个地方，它是朝着飞机的侧面这里的啊。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把它往内塞，塞进去到这里，那你就会发现呢，这边两片部件刚好可以扣上来啊。那前面的部分呢，就稍微再把它给 match 一下上方，因为它的零件还是相对比较多啊，但是组合的顺序呢，也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这里就记得啊，因为这里在变形的时候呢，这个滑杆它是一定会滑开的啊，这个没有关系，我们就记得是这一侧的这个面啊，要在飞机的侧边就可以了。我们这个时候就把它给塞进去啊，塞到这边，这里两侧这个部件扣上去，这里也跟着扣上来。到这边为止的话呢，还有一个地方要检查一下，就是它的两只胳膊这个地方，它中间的话呢是有一个组合的卡扣，这个地方要记得把它给扣上去啊。它的底应该说下半身的变形呢，主要的变化点就是把这一块部件给推出去。我把这个地方给打开啊，就从这里如何把它给穿出去。那我们的话呢，除了先把这里门可以打开之外的话呢，啊，两侧的这个角这里的话，它是有两个结合的一个卡扣，在这个地方，这里有一个凸，啊，它是扣进去的。我们往两侧啊打开这个地方，打开之后的话呢，这个部件呢就可以松脱开来了。松脱开来了，那我们刚刚提的就是要把它给往内给塞进去。那么这块部件翻下去呢，它的要件其实是第一个，先把这里给打开来，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这个双动关节你必须往内推到底啊，这样子的话呢，它才有一个足够的空间，让我们的这个部件呢能够穿越它。啊，穿越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记得往内推一点点，从这推出来。OK， 那这块部件的话呢，就如我们最前面开始说的啊，把它穿脱到后面去了。我们接下来的话呢，要把中间的裙甲这一块，裙甲不是裙甲，它还连带着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穿透过去的这块部件，它的整个中间这个部件呢，要旋转180度。也就是说呢，现在这是飞机的顶部嘛，那这是飞机的起落架，我们要把它呢给转到下面来。那具体的做法，你可以一个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呢，直接揪住上面这个地方，到这里为止，到这一段，到这一段为止，它是属于上半部的，我们就揪住它不动，然后呢，直接的让它整个下半身直接翻转180度啊，这个地方转过去，这样一来的话，看到没有，这个起落架都转下来了。那转起落架转下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再稍微的帮我们腾出一点空间，然后我们接着直转下半部啊，再把它给转回它原本的位置就可以。那这中间的话呢，是势必这个中间的裙甲部分是有干涉的啊，不过难度都不是很高啊，稍微回避掉一下也就行了啊。接下来的两腿的变形呢，是我觉得这一款玩具里头最不太好理解的部分啊，可能真的需要稍微练习一下。首先呢，我们先解锁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卡扣这里，把它给松脱开来，以及呢，一样是属于这个起落架的这个部分，这里一样的把它给松脱开来，这个轮子的部分侧边这里松脱开来。那啊，我刚刚太用力过猛了，连这个地方一起松脱了，就记得这个地方通通都把它给打开来。那我们接着呢，就是这个腿部啊，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去，你如果没有实际操作，你真的很难去理解了啊。那我们这一侧我已经把它变形完毕了啊，各位可以看一下的样子，这个是飞机的底盘的，是从这样子看，你要记得这个红色的这个东西是在飞机的底盘的哦。那我们现在来进行这个腿这个变形，首先的话我们把这个部件翻出去，翻出去的目的呢是为了把这个部件呢给翻到下方来，然后我们再把它翻回来，再盖回去，然后整个的部件再做一个整个的一个大翻转到这边。那这个腿的话，就整条都给伸直。伸直之后啊，我们要做的地方，就你可以看到这里，啊，这个地方我们要给它翻折一个。你要记得啊，飞机的底盘的位置呢，这里。记得啊，这个黑色比较大的这个部分，螺丝钉的部分是要翻到飞机的底盘面，到这样子你可能会比较好理解了啊，因为我们先把一边给变完，你可能比较好理解。那大腿侧边这个地方有个盖板，翻开这个地方很重要啊，这个地方一定要记得给它做一个翻成这个形状，翻成这个形状啊，然后呢我们接着这个部件
里头这个部件是往内翻，翻到这里，那我们就把这个地方给打开，打开之后到这边啊，这个地方待会它是要折成这样子的，两侧要做一个简单的合并。那这边的话呢，我们要进行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比较不容易去理解到的，这里啊，先把这个部件，这一块部件啊，这个地方打开，打开之后呢，这个地方先把它给暂时的给推移到旁边去啊，就不要妨碍我们就行了。那我们这里主要是要做的是这里啦，就是把这个部件给往上面，整个给往上翻上去，翻到这边啊，请记得这个样子，然后呢保持住这个形象啊，这个形象之下推到这边，我们要记得这个部件一定是踩飞机中心要结合的位置，你保持这个方向去转啊，是比较不会去弄错了，比较不会去弄错的啊。这个地方记得再次把它翻回来，这边我们把它整理，这个地方把它整理进去啊，这个地方你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推进去的一个卡扣，把它给这样子，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折上来，然后把它给推到内侧。好，这边哎，各位看得清楚吗？这个形象，然后呢你就金色的，我们把腿的这个地方啊，记得把这个地方转到口，转到这里，金色的这个部分朝外面。那我们这个部分的话呢，再来旋转这一个下面的这个部件，旋转过来。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啊，如果你不是说有一个对照的话，因为它中间的这个折的部分实在太多了，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形状就是要去压这个脚的部分啊，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因为我发现啊，如果不是等于是说你自己大概给自己心里面做一个记号，你如果不是靠着这个做记号呢去做变形的话呢，你根本就不太可能去把它给顺利变形完成的啊。那这个脚的这个部分呢，这个地方我们先把它给推到旁边去，我们把这个地方往上推，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组合的一个卡扣在这里的，先把它给扣起来，在这边。好，这里先扣上，这个地方盖回去，然后这块部件的话呢，我们是从外侧包进来，那这里的话呢就旋转，这个地方旋转过去，好，到上面来，到这边。那这里有一个连接杆，这个连接杆的话呢，我们就尽量的把它往外面推。好，差不多到这里。这里的话我多讲一下，因为这个画面刚刚很难去做到一个展示，就是我们的这个后起落架这个部分，我们刚刚虽然有提到说这个凸物要扣进这个洞，但实际上呢，我们推的时候呢，必须把这个滑槽，这个地方滑槽必须往外面推到底啊，把它推到最外侧的情况下呢，再来扣这个洞。而且呢，如果你这样子扣的话呢，如果你这样子扣，然后呢我们上面这个盖板呢把它给盖下去的时候，它的这个地方不是有个凸吗？这里有个凸，这个凸跟这个洞要做一个结合，从这个地方扣下去。也就是说呢，我们的这个后起落架的这一块部件，蓝色的这个部件，它整个是在这个板子的外面，它不能卡在里面啊，只要它卡在里面的话呢，这个密合度呢是绝对会有问题的啊。就是这一点的话呢，在最后的密合之前的话呢，要跟大家再讲一下。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就稍微的再扣一下啊，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两侧呢再做个简单的小调整，然后呢就可以做一个密合了，这个时候呢就会比较轻松了啊。那我们在做最后密合之前的话呢，因为它中间这里有些小零件，我再给各位展出一个简单的摆放。因为这个就只有一个方法而已，就是它的这个原本在裆部的那两个液压杆的话呢，你要收纳成这个形象啊。这两个呢是连接轮胎的那两个，那这两个都是它的附带的金属部件啊，记得你是一定是摆放成这个形象。这从飞机的正上方来看，那侧裙甲这个地方的组合呢，首先呢是这里是有一个双动关节啊，你要记得把它给往前面推到底，然后呢旋转这个部件上来，它是由这里下往上啊，其实从这边啊就看到这个拼凑的一个形状，其实也不是很难啊，你只要记得啊前方的这个双动关节要记得把它给推上去。那这里的话呢就是做最后一个严丝合缝的密合啊，应该不是很难了啊，我嘴巴这样讲啊，结果等一下就爆开了是吧。好的，这里组合组合组合，密合密合密合，
那么变形到了这里的话呢，已经接近尾声了。那我的建议的吧，还是先把下面的这个关键的组合位点呢，这个地方跟这里呢，把它给扣上去啊，这样对整个结构会更加的完整。我们做最后的严丝合缝的调整会比较简单。那在这个地方去勾住它之前的话呢，这里还有一个凹槽，两侧都有凹槽，你要跟这个地方做一个结合。这里的话呢，你就是要先扣住下面这里，我个人是强烈建议吧。先把下面这里给扣住，而扣这里的时候呢，我的建议是直接的这个手的话呢，是要手双手并用。你看这里有一个稍微有一个小滑槽，对不对？我们把它整个往上推啊，顺势压进来啊，其实它就密合进去了。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再来扣这里，它是一个上下咬合的一个组合方式啊，轻轻的这样子扣下去。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其实我们一开始已经有把它变到位，稍微再来解开一下就行了啊。那这个底部的话呢，就是到这个地方就差不多已经快要完成了啊。那我们可以稍微再检查一下，有一些需要密合的小地方啊，比方说像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结构要密合。这个的话呢，就是最后的一个开始做一个大密合的一个部分了啊。那其实它的一个飞机的底盘这样子看呢，本身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啊。那它的武器的话呢，是收纳在这个地方啊，这里有两个洞。那这个武器的话呢，就是我们如果从机器人上面取下来的时候，就是把这个部分给打开，你只要记得收纳成这样就好，把它收纳成体积最小的一个形态。然后呢，将这个导弹的部分呢是朝前方，然后中间这两个凸啊，就是对这两个洞啊，稍微就放一下。位置的话呢，是应该是不至于说会扣不到了啊，这样扣进去啊，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结合手感。然后它的武器中间的这个空洞啊，就是要让我们去收纳去折这个底盘放进去啊。然后后面的这个尾钉还是叫什么来着啊，它是直接往后面放，从可以把它扣进去这个洞里头啊，这样子的话呢，它的一个下垂的状况呢就消失了啊，这样一来的话呢，它的一个武器就有一个非常完美的收纳。那最后就是这个战斗机啊，顶部的这些严丝合缝的调整了啊。这个的话呢，调整的速度就端看每个人的这个变形的时候呢，这个精准度了啊。基本上也不是很难了啊，我还是不要讲这话好了，还是扣好了再来说不是很难吧啊。这几个地方的话呢，就大家去留意去注意一下啊，把它做一个最后的密合。这个地方扣进去 OK， 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咬合的一个状态，把它给咬进去。好，侧边这里也是一样的啊，稍微一点点偷懒了啊，有一点塑胶的韧性，把它给扣进去啊。这里最后侧边做一个最后的密合，我们的这一款啊前钢级逍遥的一个从机器人到战斗机的一个变形过程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啊。整个流程吧，逻辑我觉得最难的还是在腿部吧，稍微有一点变化，其他的部分呢，我就觉得说只是零件比较多哦，在推移的过程当中你要稍微有一点耐心就是了啊。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载具形态了啊，它是非常受到好评的啊。它有一个非常惊人的这个非常薄的底盘的一个设计，然后各个大大小小的细节都要带各位一起来看好了。首先它的一个驾驶舱的部分，它就做了特别颜色的一个处理，在不同的光线照射下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光泽的表现。里头的话呢，虽然没有办法搭成驾驶员，但是它的座位还是有做出来的啊，这盖上去。以及呢它的身上呢有一些地方，因为我没有紫光灯啊，如果你有这个特别的照射的话呢，它的一些特殊的地方啊，它都会有映射出一些特殊的记号啊。具体来说像这里还有一处啊，我再稍微反光一下，各位应该依稀能够看得到啊。如果你有紫光灯的话，你真的可以体验一下这种感觉。那所有的这个轮胎也都是可以滚动的，甚至它的滚动性呢也不算太差啊，如果你变形得很漂亮很到位的话。那我刚才在变形中的时候可能没有跟各位提到，这个起落架的部分呢是这个地方转过来到这里有一个卡扣啊，是要扣进去的。那这一片部件的话，你可以把它整个翻出来再做一个起落架的一个放法，但是我个人觉得好像是放这样就行了，只需要单独打开后面这一片也就 OK 了。而且它底盘呢也是有一些小小玄机的啊。首先的话呢，我们再次的呢把这个部件呢给稍微打开给各位看一下啊，就是它里头收纳的这个
这个我们它的一个十字弩的这个部分。这个导弹放在这里的话呢，你可以想象的话是一个从空中飞过来，然后从底部会放出导弹的一个设计。我不得不说这个武器的功能真的是挺大的了啊。我刚也有提过，你即使没有这个武器，它的底盘也已经很完整，但是你有做出来，而且装上去之后完美隐藏武器，而且又有多一个投弹的效果的展示，是非常不错的。后方的这个部分，这个金属钉的话呢，这个战斗机呢，因为我个人是空军退伍的啊，这个我还稍微懂一下。这个飞机在航母上降落的时候呢，它是有需要一个东西去把后面这个绳索或什么的给勾住啊，避免说飞机冲过头啊，这个是救命用的东西。所以说连这个东西都兼顾到，我真的觉得这个细节的照顾程度已经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了。那导弹的安置的都非常简单，直接扣在下面就好了啊。那后面的这个，我一直觉得这里很不赖的一个地方，就这里，它的这个涂装这个地方，你这稍微换一下，好像真的会有一种。好吧，你要当我眼残隐形了，反正就是会有一种好像正在发光的效果啊。它尽管只是涂装，但是效果已经非常的不错。从上方来看啊，基本上呢合缝啊什么的也都算是相当可以了啊。那有点像这个迷彩战机，这个可以变形金刚的电影系列的话，就是那个Starscream 的那个载具的样子，非常非常的像。那它的一个下方的这个轮胎啊什么的话呢，就要收进去也是很简单了，就直接的往前面。这个直接往前推进去就可以了，两侧就盖起来。那后轮的收纳的话呢，是连这一片要打开，然后这个轮胎的话呢，是要挑出来之后反转180度，然后呢再把它给往内推进去。哎，我推到导弹了，不好意思，导弹掉下来了啊。这里把它给放进去啊，然后推再往内把它卡住啊，这样它就不会掉了，一直掉导弹啊无所谓，这个待会再扣回去就行了。这个地方再把它给封印起来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它的底盘呢就整个都是完全是平的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惊人的。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它附带的这个支架的部分。那支架的部分我要大概说一下，因为我这款已经是大货，所以它这个部件，这个倒钩它有稍微削短一点点啊。我看那个先前的那个测评件的话呢，他们的这个倒钩的话呢，是不太一样的，不太一样的。那扣的时候呢，是先扣后面，我的感觉是先扣后面，这样子。从这个地方这个洞把它给卡进去，再去扣前方，这样子好了，就扣得非常的稳。那节目啊，终于啊把它录到了最后的讲解这个部分了啊，非常非常不错的一款玩具啊。那作为一个黑苹果复出的产品吧，这个的设计功力啊，这个绝对是没有话说的。而我们刚刚也有提过说它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转轴的，我们会稍微的切一下，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可以让这个战斗机啊呈现一个侧飞的一个状态。连武器连这个地台的一个部分的话呢，也都是有特别用心啊去做一个不一样的设计的，至少提供了一个不同的一个玩法啊，甚至之后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翻转把导弹收进去的。那么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这款逍遥啊五天以上的一个 IP 啊，虽然台湾的朋友可能都不认识，但是这个战斗机的一个造型的话呢，相信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吸引点。那变形来说的话呢，虽然第一次变形感觉有点复杂，但是掰过一次吧，大概记忆点也就可以想得起来了。那整体来说是一款做工上面几乎，我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问题啊，应该是经得起长时间把玩的。它的一个塑胶啊，还有一些关节还有零件，看上去不到目前为止我发现没有什么地方是属于危险系数比较高的啊，耐得住玩，能够承担它这种相对有一点复杂的变形。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